到了我们金曲活动中心了，月落鸟啼霜满天啊，乌啼是吧？啊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夜哈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啊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为什么念这一段呢？就是让各位呢，我们温习功课。我们这个金曲活动中心呢，提供我们青少年正当的娱乐，推展健康的社会社团活动。又到了我们的金曲活动中心，今天我们书法社介绍这位美女呢，在香港曾经获得十大健康形象，同时在香港呢，这个据他们报道，很多女艺人呢、啊、都已经呢走向铺路性感。唯一这位女艺人呢，拍戏是不靠性感跟铺路的，是靠她的演技，靠她的外形。啊，出道了5年，拍过16部的电影，最近出了第一张专辑，相信一定非常好，非常好听的、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香港四大女天王之一的周慧敏小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。我们周慧敏这是第一次上节目了哈，对，是在香港拍过很多戏，我们大家都有常常欣赏您的大作啊、哎、作品啊，哦，哎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周慧敏在香港呢，这个拍过很多戏，没想到也会唱歌啊，哎，这歌唱得好不好？自讲、怎么讲啊？我们现场可以清唱，清唱、哎、香港的歌。你随便，你唱两声台语歌啊，台语歌，哎，国语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台语歌会不会唱？有一首，但是我想很好笑了，不敢唱。不敢唱是什么？不敢唱。你们鼓励我了。哎，鼓励了，鼓励了啊！好。那因为唱的不好，我的台语不好，不要笑我、啊。哎，不要笑，不要笑啊！不要笑，大家憋住哈。来来啊！还没唱就笑，你们是有点道德好吧？就是，来来啊啊啊！啊讲袂出嘴，阮爱你，敢有其他办法来暗示？讲袂出嘴，阮爱你，亲像头前来看到你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是书法社，书法社就是写毛笔的。哦、写毛笔是，听说我们这个周慧敏呢，他书法写得不错，而且他能模仿艺人的这个签名，只要您看过的、随便观众不一定我们，你们签过的字，他一看完之后签的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常常银行被盗领都是他、他说不靠拍戏就靠盗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今天请到的是这位呢，是可以说是我们台大，可以说是一位高材生，也是台大书法社的这个社长彭启峰先生。各位大家好，彭同学年纪相当轻，还是博士啊，现在已经现在是博一，博一博士班的一年级啊。对对对，您书法听说写的不错，你看看吧，他写的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以几度夕阳红。来，那您会写的哪一种书呢？很简单的，很简单啊、新年哪一种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步步高升哪一种？春联，春那这样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周慧敏的就临摹。什么叫临摹呢？就是说你写过的字，他真的有办法呢，再重新来，要不要签名？好，你签。我签吗？对，你签先。啊，好，到我了啊。拍下了，拍下了。可以吗？看到没有？最起码看样子就很像。这我写，这画下来，这饼一下来，也蛮像的啦。好，这样我们请观众上来，有没有观众上来？随便请。你来。来，你写个字让他跟。这一遍。哎呀，赖慧君很难，姿势，我来了。表示他模仿力真的还不错啊。
对啊，我已经等好久了。我是怕你没话讲啊，对。没有，模仿是任何艺术的开端啊。是吗？对，你要开始学艺术，通常都是从模仿别人开始。哦，可以吗？你看看，看看，很像。因为一般人模仿还不一定会，最起码有这个形印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，刚刚是同学们随便找一个，来，我们先看看这个。我们看看，找一张呢，他找一张他来，可能比较难一点。不要太难了。不会不会，找一个最简单。最难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很。真难吗？酒井法子的哈。哇！这是酒井法子签名，要不学一下？没问题。尾壶啊，嘛不是安尼尾干呢。对。呀比。那我什么来了？啊什么来了？慢点讲，慢点讲。这个实在是很难的，酒井法子根本不就不写中文，慢慢根本画糊的。他在已经做读书哎。这个是比较花一点时间，因为这个可是酒井法子签这个大概一秒钟、两秒钟签。这个临摹有什么好处呢？哦，学人家签名至少以后你如果没有钱的话，捡到支票簿的话很有用。哎呀，哦，对对对，差不多了，好，像不像，可以吗？这一张是酒井法子的，这一张是周慧敏临摹的，各位看看。的确有非常有天分，很辛苦啊，很辛苦啊，怎么喘成这样？很大挑战，很大跳，挑战，很大挑战，挑战，对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书法研习社就到此要告一段落啦。哎，我们要奖品了。天涯谷类柿饼、花生仁柿饼、三合一营养米饼、麦片。好，谢谢我们彭启峰。洪启峰，希望你能顺利拿到你的博士。希望如此。是，那注音符号多练一下哈。对对对，谢谢周慧敏，谢谢谢谢。你的新歌叫什么？留言。啊，留言。留言。就是留言重伤的留言，像很多香港说他跟黎明啊。不是不是。跟那个林。不是。林什么？没有。啊？林俊杰，林俊杰嘛。没有啊，跟他拍戏的吗？啊，跟他拍戏。好。他。跟胡瓜就不是留言，不是事实，那是谣言。谢谢，谢谢，留言。